上午11时许，运20划出停机坪，迎来海外航展飞行首秀。9分钟的表演时间里，运20完成了包括起飞大仰角跃升和俯冲、大坡度转弯机动、低空小速度通场和小航线快速着陆在内的6个飞行动作。为在航展飞行表演规定的时间和空域内提供最佳观瞻效果，我们结合阿拉曼机场飞行环境、观礼台的位置和安全风险防控等情况，设计了大仰角、大坡度、小速度、小航线等飞行表演动作，力争全方位展示运20飞机出色的机动性能。前不久，庞荣奇带领机组与81飞行表演队一道完成飞越金字塔表演，留下了一组网络热传的同框照，带来视觉上的震撼，更成为中埃两国友谊的美好见证。在静态展示区，81飞行表演队歼10表演机在 C 位整齐陈列，引来许多观众驻足观看。航展期间，81飞行表演队将和埃及银星、沙特、沙特之鹰等多国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，上演6G向下开花、5G水平开花等经典表演动作。前期我们开展了充分的针对性训练，全体队员有信心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。我们将努力通过这次机会，展示中国空军锐意进取、追求卓越的形象风采，传递守望和平、开放交流的美好愿望。